大家好，我是子明。那么今天啊，给大家来到是第六届进博会的现场。今天啊，是米生跟我一起进行这样一个拍摄，是吧？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看，我现在也是全副武装啊，为什么呢？因为进博会就是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那么作为 UP 主来说，我觉得我也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是吧？这副眼镜是 AR 的眼镜，那么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微单的摄像机，机械臂的话是可以帮助我去稳定我的这个拍摄，这个的话就是一个360的一个拍摄啊。那么重要的是我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外骨骼有一个助力，对吧？这个是一个360度的一个拍摄的，这样就能坚持你整天的这个在进博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啊，一方面也是展示自我，一方面呢也是用一些最新科技的东西去把进博会给拍好，把优质的内容带给我的观众，带给粉丝。全套设备都在你身上装备的了。对，直播呀什么呀就都可以，是吧？对，是这样。哦，好，来，能加一下联系方式？可以，我估计你这里不少的东西都会用到啊。对，所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包括你这个拍照也好，你这个眼镜里面用的叫 mini LED 啊。对，是的。 mini LED 里面用的很多我们材料。雨珊，你看这个显示器 micro OLED 边缘是很薄很薄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画布一样。 MC 玩家最喜欢的部分来了，来旋转看一看什么东西啊，矿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矿。What are you looking? I'm looking at iron ore, I'm looking at copper. Fe, this is iron ore.Oh, yeah. So virtual reality, I can see an iron ore, and I can see it in turn, and I can look at a whole lot of different diamonds. Oh, diamonds? Diamonds. I play Minecraft, so I know diamond and copper. The diamond sword. Yeah, diamond sword and diamond pickaxe. Oh, 脸前出现一个好多好多的一些物品，然后都可以拿手去抓，然后可以控制，去挨个拿出来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米神现在在看的东西，其实是这个。是你的手在抓一个东西。抓到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临港啊，临港之前给大家拍的这个滴水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它可以有路感的模拟。路感的模拟。对，就今天如果走的路比较颠，它也可以给你感受得到。上坡的时候是感觉它这个踩板很重很重。这是我一年的运动量。我们的这个产品就非常的合适你像你游戏，因为有一些电竞的队伍其实也在选用我们的产品。好，米神现在在和小姐姐对打啊，米神不帮我拍了，气死我了。哇，好强，好厉害，好厉害。啊，米神你输了。好厉害，好厉害。厉害厉害。看到一头硕牛，叫转盘式全自动挤奶机器人。好的，小伙伴们，那今天我们的进博会赛博行啊，就给大家体验到这里了。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是呢，也是看了很多的内容啊。这次的进博会啊，他参加的厂商还是非常多的。我看到一组数据啊，世界500强还有龙头企业当中啊，一共有289家参与。那么国家馆的话可能会更多一些，当然我今天主要是看的是企业馆，因为我要看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自己比较关心的啊，一些新技术还有新装备，就像子明现在穿的这套装备一样啊。虽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不过从中啊也是体验到了很多好玩有趣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